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。大家好，我是 Terry。 随着 Chet Holmgren 和 Jabari Smith Jr. 都用近乎完美的表现开启了他们的封三之旅，今天另外一位状元热门 Paolo Banchero 也率领杜克大学正式亮相。此前杜克在大西洋海岸联盟锦标赛决赛输给弗吉尼亚理工之后，这支球队需要一场完胜来找回一些信心。作为本届疯狂三月东区二号种子的杜克大学，今天对上了15号种子加州州立大学。杜克全队三军待命，一开场就打出了极致的攻防，以13-2完美开局，之后更是牢牢地将优势把握到了自己手里，直到中场结束，杜克以78-61战胜对手。Paolo Banchero 虽然没有打出像另外两位状元热门一样的变态数据，但效率也非常高，全场14投7中，3分球4投2中，得到了17分10篮板4助攻2封盖。在比赛中，他能突能投能扣能传，展现出了非常全面的身手。除此之外，杜克今天先发全部得分上双，中锋 Mark Williams 7投6中，得到15分7篮板5助攻。大三球员 Wendell Moore Jr. 拿到了13分6篮板6助攻。小吉巴 AJ Griffin 也有10分6篮板的入账，他们都有冲击今年选秀第一轮的实力。而今年也是老 K 教练第36次疯狂三月之旅，外界对杜克有着不小的期待，包括杜克出品的球星们同样发来了祝福，希望他们可以尽可能的走得远一些，为球迷们多带来几场精彩的比赛。兄弟们，这就本期视频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